哎呦，准备吧。坐大象，游森林。坐那么多条大象。那不能自拍呀、啊！不行的，要我手拍。我给你拍下了。嗯。我给你再拍一个。我知道他要卖钱的。卖钱还是要、哎、要那个？他要卖钱。啊、我知道你卖草，卖钱你要拍呀、啊，你是。嗯、哦。那、啊、你往后面。啊，不要了，我拍我自己的，我露营呢，全程露营。Hello。全程露营 ，Hello。全程露营，你也做行李、啊。做行李呀、啊。冬天的呀。好了，好。好了。One, two, three, okay, 哎。大象爬山。要做生意，人家人家一张200块。对啊，他有讲。啊，你昨天那个你就要了。昨天那比较漂亮。嗯。我那边一大堆人在表演画画。嗯。大象在作画。他在看看十点的那一场。大象正在画画、啊，对呀、啊，那个表演场，那个那我们以前都看过了，那大象在画画，上次去尼泊尔一样的骑着大象。你现在在拍哪里？拍那个风景，我可以拍你的。哦，上次去尼泊尔一样啊。嗯。对吧？我们现在在大象，骑大象。嗯哦，大象大便，它这个很值钱哦，大便可以带回家。大象大便。哦，我知道，你现在那个不能去。嗯。你就是直接放了就。嗯。就自动拍了。我在露营呢。我知道啊。哦，因为年龄要写大象名字年龄呀、啊，哈。哦。有没有、啊？后面。八。18岁啊，那个大象名字叫做 May Popa， 大象名字。
还是节后是不是没错送哈山路你这什么森林山路就是一般的山路不晓得他是到森林里面也不晓得不错森林郊区郊游，乘大象哦，到山上走路。大象观光，骑大象观光。啊，我的两只脚，大象。Elephant Junker 漫步骑大象漫步山路算了有情侣的靠训练师还那么多训魏相还表演
大象表演。中间就是撑木头，这个熊。啊，伊鼻子那么勇敢，了，那个大象头呢？嗯，大人呢？来，那我回来。刚才在上相册。他宝贝，他整个那个他饲料。不要再保护我们了，哎，不要赶紧吧。到了。哎呀，不行呢。我外地很大，我分账号了，挂账号了，这都讲到底了。在在后面。